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34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第二句开始，如家乡所云，此三昧皆是法身。此三昧就是说的华严三昧，下面是念老的话，盖为此三昧习庄严法身。什么是法身？法身呢，就是本妙明心。说的白一点呢，就是自心，就是自己的心。这个心广大，没有边际，确实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两句话来形容它非常恰当。华严经上说得非常详细，故知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复又回归此法界也。这个法界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全宇宙啊，它太大了，没有边际。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它所生所现啊，华严经上所说的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从心相生心能生能现，想能变，想就是识，
啊，所以宇宙从哪来的？心心是变的，心是真心，实是妄心。用真心的是佛菩萨，用妄心的是六道凡夫。凡夫成佛，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只要念头一转就成佛了。啊，把妄心放下，真心就现前，这个人就成佛了。妄心是什么？我们在讲习里头讲的很多啊，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起心动念。虽然说出了起心动念，我们有没有概念？没有，我们的概念完全错了。啊，以为我现在起个心动个念头，不是的。啊，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最初一念不觉。这个一念我们也没有概念，啊，世尊给弥勒菩萨的对话有这么一段。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佛这一句话问了好几个问题啊，我们凡夫心有一念啊，起个念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念头，概念当中念头。佛就问，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那个几念是微细的念头，就是一念不绝。有多少个一念不绝，你才有一个念头的概念？哎，我起了个念头啊，有多少个念头？像微细的念头，这是几念？几相？相是物质现象啊，有几个相？还有几时？几相是也？相就是五蕴里头的色，识呢是受想行识，合起来就是五蕴。啊，一念当中，我们动一个念头，一念当中，啊，有几念、几相、几个识。弥勒菩萨的回答，佛跟弥勒菩萨这个问答是说给我们听的，说出宇宙的真相，诸法实相，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要记住啊，万法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佛法也在内，没有一法是例外的。啊，这一切法从哪里来的？是自性生的，自性就是此地讲的自性，自己的真心。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见的性是什么？就是自性。
你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一切法是我自心变现的，故知啊，一切法，一切法里头有佛法，没有一法是例外的，无不从此法界流出。法界就是真性。现在科学家称作零点，啊，画一个零。自零点出生，就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非常难懂。宇宙出现了啊！如果诸位读过贤首大师的《望境还原观》，你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啊。从一体起二用，一体就是自信，就是真心，也叫法界。啊，一切法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这一切法无量无边，无有数字。太大了，太多了，说不尽了。不但我们说不尽了，诸佛如来共同来给我们演说，演无量劫也演不尽。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是真相。但是所现的这些现象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六道十法界的相是幻象，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二十八十五十一心所把一真法界扭曲了，变成这个幻象。佛在《金刚经》上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比喻得好啊，说明这个现象是假的，了不可得啊。这个现象从哪来的？一念不觉而来的啊。那这一念里头有几个细微细念头，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百千念，你记住这个数字啊，单位是百千，百千就是十万，一百个千，十万，32亿乘10万，乘出来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细念，微细的念头。菩萨接着说的，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无蕴里的这色相。啊，我们经教里面所讲的六根六尘，啊，六根六尘就是相。啊，每一个念头
都有色相，就是有六根六尘的相。啊，同时呢，行界有识，行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里头，通通有受想行识。我们今天这个世间科学，在时间上来说呢，是用秒做单位。那么诸位想想，一秒钟我们能谈几次？年轻人，体力好的，啊，可以谈几次？可以谈七次。320兆乘七，3721了。你们自己好好算算，320兆乘七，一秒钟，2100多兆，一秒钟啊！这说什么？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这个念头里头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就是它具足了色受想行识。大乘经上讲的科学，今天中午电台的记者来访问我，啊，问我佛经里头有没有科学。有啊，这是物理现象啊。我们这种生灭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连一根想都想不到。为什么？它太微细了啊！一秒钟的频率啊，前念灭后念生，这个生灭的频率啊，一秒钟记住2100多兆次，这是佛在经上说出来，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证明了。我看的是德国普朗克博士的报告，啊，普朗克有个学生很出名，比他还出名，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的老师，这个人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得400年了，一代一代接着去研究啊，到他手上把谜底揭穿了。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假象，所以他看到真相，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呀，这是真的，跟《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得出相同的结论。那么，物质到底是什么回事情呢？是念头产生的幻象啊，这又跟佛经对上号了。佛经上所说的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来？从念头来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这都是大乘经上说的，被他证实了。他用什么方法发现的呢？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上说，把这物质把它分，啊，分成七分，啊，从牛毛尘，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羊毛尘，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兔毛尘，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啊，水尘，水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就是金尘。啊，分到最后不能再分了，再分什么没有了，就叫做灵虚尘，啊，极微色、极微之微这些名词，佛经上的。啊，他们就用这方法。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以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了。啊，随着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啊，仪器，精密的仪器，把电子打破，这个原子打破，原子打破，发现原子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它不是最小的。啊，那么在这80年科学进步可是突飞猛进的，啊，把原子核、电子、中子通通打破来看，啊，发现更小的物质组成这些东西的。啊，科学叫它做粒子，啊，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啊，这个东西还不是最小的，还能把它打破。打破之后，变成看到了微中子，啊，微中子再打破了，就没有了。啊，那这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灵虚尘找到了，这个等于打破之后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什么呢？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啊，这才恍然大悟，物质从哪里？从念头产生的，啊，产生这种现象它存在的时间多久？那就刚才跟诸位说了，是2100兆分之1秒，就是一秒钟的时候，它生灭了已经是2100多兆次，一秒钟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完全不能觉知，这叫什么迷呀？这个迷我们这些有个概念了，什么叫迷呀？就在你眼前，那包括我们身体这个现象，都是在2100多兆秒的秒分之一秒啊，啊，也就是一秒钟啊，它生灭的时候已经有2100多兆次，我们怎么能知道？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再过30年，差不多这个时间，科学再往前进一步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完全证明了，科学家都承认了，科学家就提出一个理论。叫疑心恐悟，那这就是佛法讲的神通了。从科学证明，我们念头可以控制
物质。那头一个控制身体，可以能叫人长生不老，可以让人永远不生病，可以让人永远不需要饮食，就跟极乐世界的人一样。啊，但是他还没有能够发现真心里面有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能量、无量相好，科学家没发现呢。啊，这些东西能不能发现，我们要看往后的发展，也许能发现，虽发现呢，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烦恼没断，啊，这样的境界，大乘经上有，经上佛告诉我们，什么人能够看见？不要用机器，啊，这些仪器不要用，你肉眼就能看见。什么人？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的人，他真的受用啊，了解事实真相啊，自信的得用啊，他完全恢复了。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第一个，寿命无量。他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放下了。分别执着放下了。真无上菩提啊，智慧功德能量统统现前啊。举一个例子，分身，他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分无量无边身啊，干什么呢？拜佛去，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多少刹土他就分多少身，每一尊佛那里他都能够到那里去供养、去礼拜、去听经闻法，有这个本事啊。啊，真身呢，真身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讲堂里头没动，佛在那里说法，他坐在那听没动，但是分身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做佛事去了。这个佛事就是供佛修福，文心开了智慧呀，福慧双修啊。那我们先首先就想到了，我们几时才能证到八地？大概要无量劫证得小乘出国，从出国提升到四国阿罗汉，要多长时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人间寿命短，天的寿命长啊！啊，忉利天距离我们不远，忉利天的一天是人间一百年，寿命是一千岁。忉利天的一千岁也是一年365天，你就想想
忉利天人的寿命比我们无法相比，他太长了啊，不稀奇，夜魔比天比他长一倍，斗率天又比夜魔天长一倍啊，那你就晓得虚陀洹命中之后升天，天上命中之后又到人间，七次往返才能证阿罗汉果啊，超越六道轮回，没有出十法界，他在十法界声闻法界上面圆觉菩萨佛啊，十法界的佛断无明啊，也就是六根皆得六尘境界，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啊，看得清楚是智慧照见的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刹那刹那在换片子，不是真的，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电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现在的电视数码100次，一秒钟100次，我们完全没有知觉觉察到啊！啊，那我们自信这个宇宙自信生灭的真相，一秒钟是2100兆次，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最今天最好的电视是100次。这一秒钟100次的生命，我们看到非常逼真。啊，过去的老的电影是用动画做的，不晓得诸位有没有这个印象？现在没有了，现在淘汰掉了。啊，这是电影的底片，幻灯片。啊，这个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一秒钟是24次，啊，也就是一秒钟啊，镜头打开，这一张幻灯片影像打在荧幕上，再把它关起来，再打开放第二张，速度很快，一秒钟24张。我们看到就很逼真啊，所以今天的电视比这个东西进步，今天电视是1秒钟100张，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啊，这个东西被科学家证明了，所以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佛法普世的教育是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人要懂得这三种教育，不敢作恶，他会行善积德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业啊，起个念头，阿赖耶里面就含藏一个种子，
阿赖耶识种子有多少？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如果阿赖耶的种子有相，啊，再小再小的现象，像几微之微这么大，小到不能再小了，净虚空法界都容纳不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多可怕。轮回从哪里来的？就从这儿来的。啊，善念善行结的善种子，感得的是三善道的果报。不善的念头行为结的是恶种子，感得的是三恶道的果报。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啊，要知道六道轮回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完全从自己业报里头产生的。虽然产生的，它刹那生灭。啊，一秒钟生灭2100兆次。真相只有佛说出来。今天科学家对佛教另眼相看。啊，科学家努力400多年才发现微种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识。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比他还清楚，这能不佩服吗？啊，所以一切法是从自心，这个自心就是自信，慧能大师讲的自信流出来的，真心流出来的。成佛之后呢，又回归到此法界。啊，成佛什么？回归到自心，明心见性。回归自心之后，还会不会再迷了？楞严经上有这么一段。啊，这些菩萨们的时候向佛请教，成佛之后会不会还再有一念不绝，又起了无明了？啊，佛举的比喻很好，举比金矿，经过开采提炼，提炼出真金，真金不会再回到金矿。啊，佛用这个比喻，啊，来告诉我们，啊，佛陀的教育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啊，要懂得了。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古人把它分作三大类。第一类是戒律，戒律是佛身，啊，佛的威仪举止就是有规矩。啊，第二个是禅，禅定是佛心。啊，为什么？因为自性本定。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为什么要修定？因为你的真心是定，你的妄心是动的。啊，起心动念是妄心，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真心是禅。
第三一类呢，就是教。教就是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那么在中国大乘，分成8个宗，8个宗里头除6宗，除禅宗，其他的都属于教。净土也属于教。如果加上小乘，陈师宗、居士宗，这2宗唐朝时候有，唐朝末年就没有了，宋以后就断了。南阳小乘传的10个，所以中国古时候是10个宗。现在佛法要兴起的时候，我们也希望10个宗通通能兴起来。唐朝这些祖师大德把小乘放下，有他的道理，因为中国的儒跟道可以代替。是中国自己东西，学起来方便。用儒跟道的基础再接大乘，这1000多年的10年做得很成功。这1000多年当中，在家出家，高僧高士，有可观成绩的人很多，证明儒跟道确实能够代替小乘。在中国，这是古时候，现在没有了。方东梅先生告诉我，200年前，这200年前是60年前说的。现在要把这63年加进去，那就是263年之前。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不教学的，佛教是教育，哪有不教学的呢？经律论三分是一体，都同自信，都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所以戒里面有禅有教，教里面有戒有禅，禅里面也有戒也有教，1、2、3、3、2、1，三学一缘，缘就是自信，就是真心，不能分的。为什么要这样分？身口意三业。戒是身，禅是心，是意。言是教。佛用这3种东西帮助众生回归自信。不能独立了，3个都独立，彼此不相往来了。古大德告诉我们，佛教就衰了。如果再要自赞毁他，不能相容，佛教就危险了。到内讧的时候，彼此不服，个个都以为自己对，别人不对，佛法就灭了。所以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今天是佛法是往下存还是灭绝，就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说最近的10年。10年不能回归的时候，
佛法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佛法真理真好啊！古圣先贤，中国外国留存下来的文化宝藏，这是纯真无妄啊，从自信流出来的，不是从妄想流的。从妄想流出来的是知识，从真性流出来的是真实智慧。啊，要真真有法，大菩提心，续佛慧命，弘法利身。啊，身表的是戒，心表的是禅，开口言论表现的是教。啊，这个人就真佛了，这不是假佛了。啊，末法的成就，我们非常客观的态度来看，啊，我学佛63年了，26岁开始学的，啊，33岁出家就教学，教佛学院。在台湾各地方讲经，啊，这个净宗是难行之法。我跟诸位说了多少？我是学佛30年才相信这个法门。不容易啊！早年没出家之前，禅云法师把净宗交给我，我没有接受。我入佛门是从哲学入的，啊，那个时候认为看作这是高等哲学。啊，以后亲近李老师10年，10年当中，老师劝过我好几次，不止3次。啊，劝我学净土啊，我都阳奉阴违啊。啊，这是受方东美先生的影响，还存在。啊，方老师介绍我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喜欢我也欢喜。啊，华严讲过2遍，可惜2遍都没有讲圆满，他太大了。啊，我第2遍讲的时候，讲了4000多个小时，只讲到1/5了。所以照那个进度估计，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完，讲一遍要20000个小时。真不容易。啊，那里头真是其味无穷啊，华严华藏世界。华严星海。古大德都肯定都承认华严是一切经的根本，叫根本法论，一切经都是华严的枝枝叶叶，华严是总的根本。啊，我学了30年，
啊，是第一次讲，第一次我记得我讲了十七年，讲了一半，八十讲一半，四十也讲了一半。我相信净土了，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成就的。当时我看到这个经文汗毛直竖啊，非常感动啊！文殊普贤是我心目当中最崇拜的菩萨，他们修什么法门？结果一看，原来是修极乐世界念佛法门啊！我这才真正回过头来，感谢禅云法师，感谢李老师，他们苦口婆心教我，我现在真的接受了，看到文殊普贤学这个法门啊！那么今天在这个时代，我非常非常感谢海贤老和尚为我表法，他这个112岁，92年，一句阿弥陀佛不拐弯了。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拜过一次忏啊，也没有听过一次经，就一句佛号。我看这个永思记，永思记一开头介绍他，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凡是有这个条件的人，在大乘教里头上上根人啊。为什么呢？他一定会成就啊。不能成就的是不老实不听话也不肯真干，常常换题目啊。我在前面30年就是这样的人啊。啊，好在我涉猎的不太多啊。为什么？我学东西的时候都要向李老师报告，得到李老师的同意啊。他看我10年我要选择错误，他会告诉我啊。归心净土之后，我看一些净宗的典籍啊，其他的我就放下了啊。看到海贤老和尚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往生，我85岁的时候他还在世啊。他是去年往生，我87岁啊。85岁就真回头了。为什么？想一想来日不多了，你们年轻有时间呢，可以慢慢学，我没有时间了，所以彻底放下，把华严放下了啊，专门供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这个本子李老师传给我的啊，我没有辜负他，我把他传遍全世界啊，流通超过100万册啊。早年在美国80年代遇到黄念祖老居士，
啊，在没有遇到之前，我知道有这个人，老师跟我提过，李老师提过。啊，他是梅光熙的外孙，下莲居的门生。啊，梅光熙老居士是李老师的老师。啊，梅老居士跟下莲公是同学，是师兄弟，两个都有很高的成就。啊，《无量寿经》前面有一篇长序，是没关系写的。我们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一部经，遇到这一部注解，遇到贤公给我们表法，福报太大了。那我们无数次的给诸位做报告，净宗法门往生条件只有三个：真信、真愿，不能有丝毫怀疑，不能有丝毫虚伪。啊，持名就是这一句佛号念下去。诸位要晓得，一专呐、二就分心了，再三四啊，那就很难了，跟佛结个缘。啊，一定要相信。这是一切诸佛的赞叹，不是一尊佛。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一切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什么意思？这一句佛号里统摄一切诸佛佛号都在里头了，你一个都不漏。啊，我们过年过去在台湾寺院里的习惯拜万佛，啊，万佛忏，万佛忏里面有多少佛名？两万，大概两千多个。啊，一万两千多佛的名号啊，设放诸佛无量无边呐、啊。拜万佛漏掉多少没拜啊，不圆满呢、啊。啊，怎么圆满呢？拜这一尊阿弥陀佛就圆满了。为什么呢？这一尊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的通号，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设方三世一尊佛都不漏。我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每天念佛阿弥陀佛，遍法界修空界全念到了，我拜佛就拜阿弥陀佛啊，我现在每天是拜佛一个小时啊，早晨5点到6点，啊，用心要转，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转呢、啊。心不转，心不一，你怎么能得三昧？你怎么能开悟？啊，这种教学的理念、方法都是自古传下来的。佛如是，中国传统也如是。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一定要一门。目的呢？目的是开悟。对，读书千遍，
其义自见。啊，这个书里的意思豁然开悟了，都明白了，是要这样学法。开悟之后，看别人注解，你一看就晓得哪个注的对，哪个地方注错了。啊，哪一个人他的境界到什么地方，你全晓得。一定是以悟为宗啊，宗就是最重要的，不能不开悟啊。悟从哪里来的？清净平等，所以精体好啊。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啊，到清净平等是定，后面那个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成佛。你看，目标就在精体上。啊，得清净平等觉了，那个果报是什么？精体上半段大乘，大乘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自信你本有的通通开发了，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量寿。是自信第一德啊，真的无量寿，不是假的啊。后面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啊，相好庄严，这个相是自己的身相，是居住环境境界相。为什么？通通是心得流露，里头不掺杂阿赖耶，叫一真法界，叫清净法身。我们多幸运的，无量劫来你修的是什么样的福报，你今天能够闻到这个法啊，闻到这个法的时候要善根，你决定成就，善根就是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佛，机缘就在我们面前了，不能错过啊！错过就太可惜了。啊，我到85岁完全回头了，我心里向往的是极乐世界啊，其他的事情学海鲜老师什么都好啊，是正面的好，负面的也好，善的好，恶的也好，为什么？都等于零，都不是真的啊，迷雾在人呢、啊。啊，计较、分别、执着，那是迷得深。啊，通通放下，那是迷得浅。啊，所以我介绍给同学们，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每天看3遍，不能少过3遍，每一天不间断，一年就是1000遍，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那每一天念佛号10000声，把这个看3遍，一年之后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的。
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能不相信吗？啊，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容易，佛法整新也不容易，要什么人来做了？要菩萨来做，凡夫做不出来的。菩萨像海贤那样，那是菩萨。啊，一定专攻一门，三年五载的时候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实际上是什么呢？全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任何经论拿到你面前，你全通了，一点障碍都没有。这叫彻悟，明心见性。这样的人能出几个？学术界的人，他就觉悟了。这是求智慧，不是求知识。知识要靠记忆，广学多闻。但是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啊，今天世界问题，知识不能解决，要智慧。智慧没有局限性，智慧没有后遗症。啊，所以希望大家遵守佛的教诫，你就能开慧眼。啊，不用佛的方法，自己搞一套方法，不可能。啊，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啊，还年轻，不要紧，花个十年二十年时间试验，如果试验不成功，赶快回头老实念佛。啊，就学我这个样子。我是做了三十年试验。啊，知道这个路我走不通，我不能说别人走不通，啊，我承认我自己不行，不是上上根人。啊，我要走一条稳当的路，稳当的路无过于念佛。啊，念佛人纵然造作无逆十恶，这经上讲得很好，临命终时一口气还没断，这个时候回头忏悔都来得及。我见过，啊，我在美国跟诸位报告多次，周广大居士在马里兰州，84年，是85年我碰到的，啊，癌症末期。没有宗教信仰，到临终的时候，家里人求佛求神仙，希望有奇迹出现，找到我们。我们派几个同学去看，这一看才知道病确实严重，不可能好了。我们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往生，他一听就欢喜，马上去接受，啊，告诉他太太小孩不要再去找医生找药了，念阿弥陀佛帮助他往生，三天三夜他走了，啊，全身柔软，瑞相很好，活化有舍利。在美国我看的往生的好几个，真的不是假的。啊，有两个是预知实知自在走的，跟海贤一样，没有人阻念，因为他没告诉人。啊，他遗嘱里都写得很清楚，阿弥陀佛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就通知他，啊，所以他自己知道哪一天走，啊，自己准备后事，
不让家人操心。啊，是一位老太太，70多岁。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总持就是梵语陀罗尼啊，陀罗尼中国人把它翻作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我们要说整个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法，包括阿弥陀佛，包括释迦牟尼佛，究竟的总持是什么？给诸位说，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究竟总持。为什么？一切法都从阿弥陀佛延伸出来的，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这一切法的根源头。你搞别的枝枝叶叶，啊，佛慈悲，世间有一类众生，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对什么？对神通好奇，对占卜好奇，希望知道未来的事情，啊，求签问卦，啊，搞这个，所以地藏菩萨慈悲啊，你们不是喜欢吗？哎，他也搞一套占查方法。占察这个业道经，恒顺众生啊，满足你的愿望啊！啊，那准不准呢？不一定。再一个字，诚，诚则灵。啊，你的心真诚就灵。啊，心不真诚，用这个方法也不灵。这个东西我也搞过啊，刚刚到台中那边去，周嘉玲我的同学，他还将占察三昧业报经讲了一遍，他有讲义流通，那我们在一起学习啊。现在我用不用这个了？现在我用阿弥陀佛，那个感应比这个高10000倍都不止，不能比 啊这些东西要放弃啊。海鲜老和人讲什么稀奇感应不要求，一切都是自然的好，这话说的真言呢、前清慈云观顶法师，这在佛教里头很有名气，他的著作非常多，日本万字序藏收了他个将近30种。啊，我讲大师之圆通章，讲这个还有讲一部什么经的时候，我参考他的注解，好像是观经，参考他注解，注解里头有一句话：我们凡夫造作罪业极重，所有一切忏法都失了效。啊，所有一切经都没办法救你，
最后他说还有一法，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能救你。啊，观顶法师说的，看看，时间久了我都不记得了。啊，观经、直指，大概观经直指里头，我讲观无量寿经，参考他。说的是真话了啊！我讲大师之圆通章，我就用他的注解，他有疏钞啊，疏钞里面最后一页，他列举出念佛人一百种果报啊，第一条就是无间地狱。啊，一百条，最后一条上品上乘。我看的这个不懂啊，我向老师请教。我说老师，念佛这还能错吗？念佛怎么能念到地狱啊？啊，老师一听到这个话说，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我不跟你一个人讲。啊，他说你交给我。我讲经的时候大众讲，问题是你用的是什么心呢？啊，打着佛教的幌子欺骗一切众生，高明文理啊，这个是无间地狱啊，这是欺骗众生，拿着佛法欺骗众生，这罪很重。啊，老师这么一讲，我们才明白。回归到经教，佛法是心法，完全在用心。啊，你日常生活用什么心？工作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用什么心？海贤老和尚就是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吃饭穿衣阿弥陀佛，工作阿弥陀佛，待人接物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不拐弯，念到底啊，所以他能够得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跟阿弥陀佛很熟，常常见佛啊，临走的那些天的时候，他就讲常常见我佛又来叫我了啊，叫我准备这几天就走了。我们相信老和尚不会骗人，老和尚说的话句句是实话啊，他的表法在这个时候表身战身的法，佛法将要灭亡的，生战生能救佛法，我们要救佛法就要互相赞叹啊！以前我们不懂，接触佛教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啊。李老师在台中，我跟他十年，凡是经过台中的这个地区的啊，高僧大德老师一定供养，请他们吃饭啊，我都在做，不请他们讲经说法。我向老师请教为什么，老师讲过去请过一次啊，给我们自己的这些莲友听了一次佛法，心都动了。他用了半年的时间把他们再拉回来，以后再不干了。所谓您动千江水呀，不动道人心啊。我这个法好啊，你们的法不行啊。那听众一听的时候心就乱掉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从他里学到的。
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香港禅宗大德圣依法师他听我讲经，我讲楞严，每天都来听听了一个多星期，通知他所有的信徒，劝他们有时间都要来听法师里头劝信徒来听我讲解，只有他一个，没第二个。他邀请我到他的道场去结缘，我说好，禅宗道场他还有40多个人坐禅，每天坐香，其中还有2个外国人非常难得，他那个地方叫宝林寺，在宝林寺的后面走路车开不进去，这小路羊肠小道要走半个多钟点，一般人不肯走路的就不进去了环境非常优雅请我在禅堂里面跟大家讲开示好在我还有点口头禅，我讲过六祖坛经、永嘉禅宗集、正道故事我都讲过我赞叹道场，赞叹圣依法师心胸开阔能够接纳不同宗派的法师的讲开示，非常难得赞叹法师，赞叹大家了跟他修行这叫佛僧赞僧，让他的信徒对他们修学的这个宗派，对他们的老师信心增长，这是正当的这个什么都是李老师教的，我们才懂得所以以后别的道场请我讲经，他是哪个宗派我就赞叹这个宗派，为什么？全是佛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上说的，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佛开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好的，都是叫你成佛上道所以法门不需要比较平等法，比较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不是好东西怎么能传得下来，这历代祖师大德高人太多了他们能让你留下来吗？越是古老东西那东西就越有价值这是我们不能不懂老和尚讲，有几个人到他来佛寺，来的时候你们守我的规矩告诉大家到哪一个道场要守那个道场的规矩你不守那个规矩，你破坏了规矩，那你是来破坏和尚，你是来破佛法那么你在佛门里一点功德都没有了，你是魔，你来破佛法的，你来灭佛法的，这就错了所以要懂得尊重别人，对人基本的礼貌要有我们要介绍一个法门自己修得很好，介绍大家要向这个道场的主持先要向他报告他同意欢迎好他要不同意不可以说这对人尊重那么现在道场规矩没有了，学界到哪里学，学禅学教都没有地方了，我在台湾不得已跟李炳南老居士
在家道场学，出了家之后再回去，啊，住满十年，啊，老居士慈悲也，对于后学爱护，啊，不容易，我这三个老师缺一个我都不能成就。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不是他，我总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根本就没有一丝接触。啊，我跟他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让我认识佛教。啊，让我对佛教升起敬仰的心。啊，接着张家大师，跟他三年。啊，也是每个星期见一次面，至少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啊，他要没有客人，没有重要事情，他给我两个小时。三年如一日，奠定基础啊！以后到台中十年，才这么有这么的成就。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根基不可能的，很难的。啊，所以缘分很重要，跟自己发心有关系。啊，张家大师告诉我，真正发菩提心，舍己为人为教。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不要操心。我完全接受，我一生没有想过自己。啊，为什么？都是佛菩萨安排。我要是想自己怎样做，佛菩萨不安排了，那我都操心了。啊，这样我一点都不操心啊，乐得自在啊。啊，佛菩萨安排的顺境，在顺境学，不贪念。啊，顺境贪念，不能立轮回。逆境没有怨恨，不给人结怨仇。啊，冤家宜解。不一起啊，无论是回报啊，或者是其他的伤害障碍，统统接受，欢喜接受啊，消自己的业障，增福慧啊。总而言之，生活在平常心，平时平等，常识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啊，决定不受外界影响，菩提道才会一帆风顺啊。小小境界先前就受干扰了，就受影响了，这个很不容易。那如果有这样情形怎么办？有这种情况的人非常之多，现在有办法，以前问我我也没办法，现在有办法，专听海鲜老和尚的观点，这个法子太妙了啊！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写信告诉我，好，他们一天听十遍的。那自从我劝导大家之后，已经有念几百遍的，听几百遍的，越听越欢喜啊，越听遍遍都有悟处啊。那个悟处有没有止境？没有止境。为什么？从自信流的，只要是从自信流的，就无量无边，无有限量啊，所以你会法喜充满啊，你会长生欢喜心啊，啊，抓到真正抓到佛法的宗旨法门，一切诸佛的宗旨法门，那就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句啊，太难得，太难得了。
啊，这个下面是陀罗尼有四种。第一种法陀罗尼，又名闻陀罗尼，于佛之教法闻持而不忘也。啊，学了之后，永远记在心上。啊，初学的人切记读，贪读教不烂。啊，实在讲，佛法在修学指导的原理、原则上，是弘是圆，就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告诉我们怎么做法。首先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度众生，你就不会害众生。啊，要发这样的大愿。发这个愿之后，要有行动。行动从哪里开始？从持戒下手。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持戒是断烦恼的。如果持戒生烦恼，你就颠倒了。哪有这个道理？戒是清凉的。啊，持戒生烦恼，马上忏悔自己错了。不是戒错，不是经典错，不是佛错，你自己错了。啊，戒是帮助我断烦恼、证菩提的。啊，所以因戒得定。啊，定是什么？就是无量寿经上清净心、平等心。啊，清净平等也分三倍九品。啊，像佛说的八地以上，那是上上品的清净。上上品的平等，啊，那个觉跟如来果地上觉非常接近，啊，也有下下品，啊，我们真正肯修的话，这下下品能得到，从下下品，希望年年上升，有进步啊。啊，到功夫成的时候，烦恼真的少了，月月上升。啊，这个时候真的发喜充满。不但是佛经是一，世间所有宗教今天都是一样的。你一门通了，门门都通。啊，我们讲他们的经典，他欢喜听啊。啊，我讲古兰呢，不少穆斯林喜欢听啊。啊，我讲新旧约，讲玫瑰经啊。啊，天主教、基督教人都喜欢听。啊，所以一门悟了，门门都悟了。要求这个。啊，不重知解，不重，重在自见，其一自见，自见一定是清净平等心，心不清净不平等，不生智慧，生烦恼；心清净生平等，心平等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这个要知道，啊。公根本，佛的根本，中国儒道的根本，都是在孝，都是在敬。孝是什么？一体，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个自信变现，孝啊，啊，知道孝，敬自然而生，表现在外面恭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没有不恭敬。啊，对事认真负责是恭敬。啊，对无，把它放得
端正、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对他的恭敬。啊，所以这些全都在海贤老和尚身上看到，真的能不看吗？啊，他的表法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他不辜负阿弥陀佛，真正把无量寿经这上面无论是理是思，点点滴滴他统统落实了。我劝大家把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待，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是实实在在的老实话啊，真能帮助我们这一生往生净土，圆满成佛啊！听一千遍，闻持而不忘，法陀罗尼，你拉到了。第二个意陀罗尼啊，意是什么？里面讲的义理，讲的道理，于诸法义总持不忘啊。第三个咒陀罗尼，于咒总持而不忘，这个咒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你们想想这一句是不是咒语？咒语，无上的咒语啊。藏传里面很多仁波切他们接受了，很难得了，这些接受的人都是佛的代表来为我们表法的啊。下面给我们说明咒者，佛菩萨从禅定所发的秘密言句，由不测之神念，名为咒陀罗尼啊。弥陀名号深广无尽，这一句里头含无量意啊，确确实实是第一总持法门啊。照字面上看，你看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这从字面上翻啊。为什么不翻出来？尊重不翻啊。用梵文的原因，音译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阿弥陀佛都行，都一样的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他怎么不理解万法啊？对于诸法的义理一定通达明了，就只要见性就全通了，走这个路子接近了啊。这个义翻之名有四，有翻作名，光明的名，有翻作咒，有翻作密语，有翻作真言啊。这通通是一般讲的咒啊，咒是密语，是真言。第四忍陀罗尼，安住于法之实相，为之忍，持忍名忍婆罗尼啊。忍是禅定的前方便，所以在六度里头
忍辱波罗蜜，后面就是禅定波罗蜜。啊，后面是讲忍辱精进禅定。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海鲜老和尚能忍辱，啊，人家打他两耳光不计较，旁边人看他不服气，要去找他来理论，老和尚说不必了。出家人要有度量，要能包容啊，什么都能忍，造谣生事毁谤能忍，没有辨别啊，那是谣言吗？不是事实吗？何必去辨别？时间久了，真相自然大白啊，那个时候明了了，才赞叹老和尚忍辱功夫真好啊，啊，六度万恨的，在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跟任何人看什么都好，没有不顺眼的，没有不高兴的啊，一生没发过脾气，没有给谁红过脸，你怎么样侮辱他对待他，他对你都是笑眯眯的啊，为什么？他知道一切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就能忍啊。像科学家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物质东西？没有啊，物质是假的，刹那生灭了，一秒钟这个现象，整个宇宙的幻象已经换了2100兆次，一秒钟哪一个是真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彻底放下。放下就是啊，幕后这一段百千三百啊，回溯于百千三百的众生无量，心性不同。有利有钝，这是心性啊。于诸戒识，戒识是烦恼习气，有厚有薄啊。是故菩萨行百千种三昧，断其尘劳。这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菩萨教化众生对症下药症状很复杂，不是一种方法能治好的啊，所以菩萨要行百千种三昧。菩萨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同，你现在需要什么他现在给你，过几天之后他又换个方法给你啊，他帮助你提现你啊，他的善巧方便很多，对症下药啊。方东梅先生教我学华严，华严
最适合知识分子。啊，我到台中去了之后，学小步行，一个月学一步，法喜充满了。啊，这一步我就能够从头到尾讲得还不错啊。我讲老师听啊，同学听，老师听啊。没出家之前住15个月，学13部经。出家之后再回去学大经。啊，我很想学法华经，老师正好讲楞严经，他说你就学楞严好了。楞严跟法华分量差不多，都是大部经。啊，他讲了3年。他星期三晚上讲经。第二天星期四我复讲，所以他讲一遍我也讲一遍啊，老师同学认定没讲错我，所以到外面敢讲大经啊。啊，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1977年，那一年我50岁啊，在香港讲楞严4个月，每天2个小时。啊，前面2个月在谭旭老法师的佛教图书馆讲，后面2个月在寿野老和尚南唐道的般若讲堂。啊，接着讲。跟香港结了法缘啊，那么以后就是每一个月啊，每一年到香港去讲一个月。我记得到澳洲也是讲一个月啊，当中还加新加坡，这是在这个地区。楞严我记得前后大概讲过7遍啊，还是念念不忘华严，讲华严的时间最长啊，有10几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这第四个真言，密藏机缘，凡夫二尘不能知，故曰密语。为什么没见性？佛家的秘是神秘，不是秘密。佛没有秘密啊，这个道理太深，一般人无法想象。这称之为秘也。那百千三昧是应对无量众生，无量行行啊，菩萨用这些方法，你看看，断其烦恼。譬如为诸贫人，欲令大富，当备种种财物，一切备具，然后能济诸贫者。啊，这是用比喻说，我们要帮助人，
没有财富，不能弘法。那我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富，还没有寿命，啊，命运45岁就没有了。啊，张家大师知道。啊，教我命年没有，现在修还来得及。怎么修法呢？修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法布施没问题，我喜欢讲经，讲经是提升自己。啊，但是财没有啊。无为的人也没有啊，最后想到了素食。所以我学佛6个月就长寿。啊，为什么不舍众生肉？这是属于无为布施。无为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啊，发布施聪明智慧，财布施没钱。大师问我，一毛也没有，一毛可以，没问题。一块行不行？一块勉强还也可以。他就叫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要有布施的心，不能没有这个心。布施的事随缘随分。我真干了。啊，大概干了10年，效果出来了。啊，十方供养渐渐多了。啊，这个寿命到了，这一关也过了。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一个月就好了。啊，第二年遇到甘珠和夫，他也是张家的弟子，啊，是藏传的仁波切，人非常好。他大我17岁，啊，告诉我，他你的命，因为你这10几年，那时候12年，讲经12年，啊，讲经的功德，你寿命延长了，但你寿命很长，啊，你没有福报，你累积的这个福报很大。啊，告诉我这个信息，没有想到第二年他老人家往生了。啊，说明是老师所教的真有效果。所以对老师的信心越是感恩的，啊，坚定不移。那么下面的比喻是比喻治病。啊，你有种种药物，你病治病没问题。啊，你有财富，布施没问题，救济贫苦，通通要学，通通要干啊。不要害怕了，布施越施越多，布施就没有了。越施越多，啊，这是我60多年的经验，啊，不要怕，全有多少你就施多少，
无量无边的福德、功德、智慧，你统统可以得到。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